哟，终于回来了，你还知道回来的？你吓我一跳，你躲在那干什么？你去干什么了？这么晚回来？我去逛街了。你去逛街了？你感觉我会信吗？11点钟商场不关门呢。真逛街啊？你看我啥都没买。啥都没玩才可疑呢！你去逛街你会不买什么？老师家的，是不是去擦麻将了？没有。没有？那我打你电话为什么不接？哦，电话忘记了，静音了。哼，你感觉我会信吗？我猜你就是心虚，故意不接。真没有。你这么牛，你为什么还知道回来啊？你不回来多好啊。我自己家为什么不能回啊？他这回来就叨叨，你烦死了，还睡不睡觉了？照你这么说，还你有理了。来来来，过来，跟你好好说说。说啥呀？你先给我坐下。哎呦，老公，别生气了，我腰酸背痛的，能帮我捶捶背呀？哎呦，老公，我腰酸背疼的，能不能帮我捶捶背呀？听我说干嘛？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谁叫你昨晚去擦麻将的？哎呦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不擦了，帮我捶捶呗。帮你捶啊，也行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正确了，我帮你捶一下。那行，你问吧。那你听好了啊。嗯。什么东西明明知道是假的，却有人愿意去买？哎呦，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明明知道是假的还要去买它？那我不知道，回答不出来了对吧？是啥呀？是假发。我打我疼死了。你回答错了啊，我没办法帮不了你。你这题不算，你重新再问一道，下一题我肯定能答出来。再来一题对吧？嗯。那你听好了啊，有个人他是你父母生的，但是他却不是你的兄弟姐妹，请问他是什么人？他是我父母生的，嗯，但不是我的兄弟姐妹。对，他是谁？他是谁啊？不知道。是谁啊？给钱。给多少？100，100，100好了。又坑我是吧？那你回答好了，什么我骗你、啊？行，给你，100的吧。快点告诉我。是你自己啊，笨蛋，这都不会啊。我是我父母生的，但不是你的兄弟姐妹。对啊，是不是你的自己的兄弟姐妹啊？对不对？因为是你自己啊。对，快点帮我捶一捶吧。你俩题都答出来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捶啊？那我不是给你100了？你就当交智商税好了啊！快点还我。晚了，我去睡觉了啊。你还没睡了吗？你也早点睡。